兔子 ，tou tu， 四声兔子，轻声字。小朋友早安，我是林老师。我们今天要用旧袜子做一个兔子。我们今天需要的材料是一只旧袜子，三个橡皮筋，一个高一点的杯子，彩色带，笔，剪刀和稻壳，当然也可以用米或者是豆子来代替。首先把袜子放在杯子里，把上半段往外翻，然后开始加稻壳到袜子里。再用橡皮筋绑起来。色带绑上去。再用另外一个橡皮筋揪出小尾巴。再放进杯子里继续加稻壳。用第三个橡皮筋绑起来。剪开袜子上端成耳朵的形状，画上眼睛和鼻子。小兔子完成了。